就要调查，就是演艺圈50位男明星他们的眼中看待平常一起上节目的另外10位女明星为候选对象的话，其中哪一位是他们最想要跟他们一起拥有小孩子的人？我们欢迎10位女明星候选，欢迎。康熙调查局制作单位会设计特定的主题，针对明星们进行调查访问。本日接受调查来宾有，本日的主题就是男明星最想和谁拥有爱的结晶呢？女明星候选人当中，有一些人其实彼此的交情还不错，有的人就互相只是相近，讨厌对方。有一个人在女明星的团体当中常常被讨厌。哦，我不方便说谁，但是有一个人常常被攻击。谁？你觉得他今天会因此而在女明星自己的预测当中呈现很低票的状况吗？我本来想说是不是我多想，是不是有很多女明星讨厌她，结果我后来刚才看了预测之后发现真的也蛮多人不喜欢她。好可怕。所以今天在看男明星的票选结果之时，顺便也可以看到自己在演艺圈的人缘怎么样。对，好可怕。谢谢你做这个无情的提醒。我们特别呢为各位去走访了这50位男明星，让他们说出来说在你们10个人为对象的范围之内，到底他们会最想要。哦，鸭子你怎么印堂发黑？你怎么了？我晒黑了。谁准你晒太阳的？跟那个白云哥去一趟 Okinawa。你说以私人的状态吗？啊，私人的状态吗？哦，工作。他可是他在机场被看到勾着白云的手。我没有。哦，真的。我没有勾他，可是为什么民众要跟你们两个合照？你要赶快逃开，因为他们只认出白云哥，没有认出我。我不好意思靠过去说，哎，我也要一起拍啊。白云哥比较庞大，他们都认出来是他，所以你们没有，他们没有叫我，我就所以你是素颜跟你是素颜跟白云出游吗？对啊，所以今天这一集请鸭子来是要冲人数吗 ？No， 也是我这种态度，不能这么藐视鸭子，因为演艺圈还是有男明星看上他的。真的？你们这是什么态度？你们这是什么？他就是稳定的最后一名发言吗？他们今天本来都很紧张，因为看到我在这边，他们就安心多了。没有没有，我跟你讲，亲爱的，你的竞争力蛮强。对可是我们先讲好，不见得是有恋爱的过程，只是对，有的时候他们只是为了要得到一个孩子而已，他们不一定是要干什么。他是为了，请问那个是葡萄吗？哦，我改。我现在名字叫做米可白，米可白。你何必讲一个你根本无法完成的愿望呢？没有啊，不会，米可白感觉是有力量的感觉，而且就像一张白纸，白纸可以吸收很多知识。你为什么比以前更黑了？对啊，我不知道哎，有可能他应该叫米可黑啊。你有可能摄影棚太热了吧？我觉得我们今天其实应该是有一些其他女明星很幸灾乐祸对象才对。大家要都说我很黑，又像男生，不行，你已经要变影。了耶！你的实体在哪？那我手上拿了一份这个大家所做的答案卷，就是这10位女明星她们自己预测说10个人当中最受到男生在一起生小孩这件事情上面欢迎以及不欢迎的对象会是谁哈？在看完50位男明星的结果之前，我们先来看看10位女明星心目中的预测吧。那他们也写下了理由来了。嗯，首先呢，大家都很用心，所以写的答案都非常的丰富。第一张呢，我们看到是英琪小姐，讲出来是啊，像一般人的印象。他认为最没有希望成为男明星喜欢的、拥有爱的结晶的对象是，英琪认为是鸭子。呀呀，非常合理啊！不要瞪我。英琪写说鸭子会排名最末，是因为只有个性好，没有。他应该是在吃安眠药的时候写的。我想是在他清醒的时候写的。Makio， 哇，好吓人哦。Makio 认为最受到男艺人欢迎、愿意拥有爱的结晶的对象的是，他选择了丁小晴。而 Makio 给的这个日文字是好的。坏人，你写刘一星的，你给刘一星第9名，也就是他在所有的人家感兴趣的地方当中，他几乎要排到最后一名去了。对，所以刘一星的重点是
我觉得小孩应该不会听他的话，老公也不会听他的话。为什么小孩会不听他的话？我觉得他就是看起来还是个孩子吗？也没有那么年轻。好像会被小孩子看不起的那种感觉。被小孩子看不起，就是不好意思。现在是米可白的答案卷在我的手上。不要念错了，一定要。米可白认为，十位女生当中最没有办法受到男明星想要拥有爱的结晶的对象是刘一昕。又是他，怎么会又中？竟然又中，又中。米可白，也就是葡萄所写的理由是。一旦刘一昕卸妆之后，男生会以为她是跟两个不同的人在交往。不愿意，我真的不愿意这么写。来 PK 卸妆，哎，卸妆，你真的可以跟他 PK 耶，反正你脸上大部分的位置都是在毛发。他应该是刮胡前跟刮胡后吧。好，这张是瑶瑶小姐的答案卷哈。瑶瑶呢，她认为男明星最想要拥有爱的结晶的对象是十个人当中的汪颖萍。嗯，瑶瑶给汪颖萍的理由呢，就是她说她身材丰满高挑，声音温柔，是梦中情人。而瑶瑶给最不可能想要拥有爱的结晶的女明星是谁呢？瑶瑶给的对象是米可白，她说她是男的。好，刘一昕小姐呢？她心目中认为最不可能让男明星想要拥有爱的结晶的对象是欢欢。因为男明星不会想要冥婚。哎呀，不会，我觉得很可爱啊。丁小晴小姐的答案卷，丁小晴认为。他给 Makio 的是第一名哦，所以你们两个人互相给了第一名。好，丁小晴给 Makio 第一名，他说他乖巧孝顺，然后看不上他的男人眼睛应该都瞎了。然后丁小晴给了一个比较特别的人第九名，丁小晴给第九名，也就是他认为这个人倒数第二能够引起男生感兴趣。丁小晴给第九名的对象是小白。他说：“你有被拖垮到，你只有比葡萄有一点点多一点吸引力而已。”那我是第八名哦。错，第十。多一点啊！比他多一点。啊，是我比他白那么多。他认为你只有白赢过米可白而已。可是你最近的绯闻男友那个算是加分还是拖垮他？我们问一下另外九位的意见。来了来了，好。小白跟阿 Ken 传绯闻，你们认为这个有帮他提升还是帮他降低？觉得提升的请举手。哎，好紧张。因为我本来不认识小白啊，然后因为这一次的关系，我才知道小白，然后可能他就有比较多机会，所以不全然是负面的啊。我们认为没有什么杀伤力的小白呢，哇，真的，他的答案卷，我非常意外的，他对刘一昕的评价是，皮肤没有很好，个性很假。我们一起上卸妆那一集的时候，那个彤彤的杀伤力很大，然后一直攻击他。但是我默默的有觉得他用洋芋片，就吃洋芋片用筷子这件事，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环保的一个行为，就是用洋芋片夹，就是用筷子夹。没有，各位观众，没有人会在家里吃，为什么吃洋芋片会用筷子夹？没有味道。然后就呼应到他们说的被小孩看不起。相呼应，相呼应。说有一个女明星被大家讨厌，刘一昕不要担心，因为在男明星的眼中未必名次会那么后面。我很期待。好，我现在手上保留三份答案卷，不要揭晓哈。那这三个人是王颖萍、欢欢跟鸭子啊。那他们的意见我们先保留一下，因为我们先要来看一下，根据十位女明星你们自己的预测之后，名次是怎么样？好，好。
50位圈内的男明星认为想要跟他一起拥有爱情结晶的10名的排名，也就是说第一名就是表示拥有最多男明星想要跟他拥有爱的结晶，而第10名就是表示最少的。我们呢先从中间部分来看一下哈，汉典，请你为我们揭晓第6名好吗？第6名，算了算了那么中间的耶，第6名是一个很神秘的名次，就是表示说，其实大家平均下来以后，欢欢小姐的积分不低哦，她在中间。可是欢欢就是老棒生猪吧？对呀，跟你开玩笑的啦，开玩笑，开玩笑。我给我自己的评语也是这样，7月快到了，你知道了。开了吗？开了，朋友他们都来了。OK， 所以欢欢你。还满意自己在中间吗？还是你认为你应该很高？其实我觉得我今天来比较像婆婆代表，不瞒你说。所以现在你在第6就表示7、8、9、10应该压力很大，就对，应该是有点大。除了鸭子之外，我没办法想象谁会在欢欢后面。7月要到了，我再告诉你一次。鬼门先来，鬼门也有关的时候。我们现在揭晓比欢欢领先一名的那个人，看看大家觉得是否统计出来结果是合理的。是，好，哇，好，来，汉典，请为我揭晓第5名。第五名，到底快点吧！谁输谁了呀？是有点稍低了。啊，你觉得肯定很高耶！这个对你稍低了，对不对？低吗？我觉得应该还要再高一点。错了。所以你有料到你只比欢欢领先1名而已吗？我觉得很高哎，欢欢姐，我本来就把我自己也排在欢欢姐的前面了，但是我把我自己排在更前面一点点。你觉得谁是本来就应该要赢你的？哦，王以平要赢我啊，然后马奎尔也要赢我。哦，谢谢。这样就有两个，就两个而已，因为我排我自己第3名。欢欢，你也太抬举你自己了吧？我们现在就让瑶瑶来见识一下谁排在你前面一个，好紧张哦！女明星自己预测的最受男明星欢迎、想要用爱的结晶的第4名是汉典，请为我们揭晓。快点！谁？英吉才第4名，好好哦！英吉不是1或2吗？没有，我觉得还好。没有问题。你好假哦！女明星在暗中都讨厌那个最假的是小 S 自己。没有，英奇真的，他除了药物残留之外，我想不出别的缺点了。不是，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觉得他是因为他已经是死会了，大家会觉得他已经是那么优秀的梁鹤群梁先生选的优秀的女人。如果你这个推理成立的话，等一下我们揭晓50位男明星的票选结果的时候，英奇应该排在很后面，对不对？照你说，大家都尊重梁鹤群，就会让掉。英奇去录梁鹤群的节目，然后就在网络上面发言说：“大家看得出来吗？我今天录影录了一整天，好愉快哦。”所以表示说他来录东西的时候是很痛苦的。是，不是吗？真的不是这个。你只有录梁鹤群节目才开心。才没有录开心。难怪我刚刚在他进来的时候看到他不开心的表情。你现在是不是很想要赶快回到他家？没有，我想要继续录多一点。录多一点。他回去跟梁鹤群抱怨我们节目。鸭子小白真排名，犀利有话直说。小白啊，我只请你讲一件事情，在女明星的自我预测。